这是结婚证，我是你太太。你不是什么？和我相亲的女人不是你，这是冒牌货。你能看见？香水不对，声音也不对，你是谁？啊！你欺负人！方助理，麻烦你进来一下。大少爷，调查清楚了，跟您相亲的是石家大小姐，这个是傻子二小姐。把一个傻子嫁给一个瞎子，跑一个李代桃僵。总熊饿了，可不可以带熊熊去吃东西？大少奶奶，这边走。哇，少爷，好好吃啊！大少奶奶，优雅一点。我吃饱了，我要回房间睡觉了。大少奶奶，你房间不在那边。你在这里好好休息，我就先走了。你只是我们家的一个养女，你凭什么跟我抢？姐姐，要知道你摔一下就傻了，你早该摔了。想吃这个，那就替姐姐嫁给盛家的那个瞎子吧。好，哼。要不是我装傻多年，也不会平安活到现在。姐姐，我们来日方长，准备好了吗？我戒不掉你，想戒不了呼吸。你怎么在这儿？这是我们的新房，你看见我，你俩家很惊讶吗？好玩好玩，哥哥好厉害，突然就出现了。哥哥在玩什么呀？你果然是。你看前面那个人长得好像你初恋啊！帅哥哈喽，人家还有吗？我爷爷，小朋友，拿来吧你！哎呦，你别走了！哼，真倒霉，这是我初恋，初恋又不是仇人。他那种小刺头，我怎么可能真心喜欢他啊？哎，这什么呀？这是自然堂的百宝石精华液，最适合你这种烟熏血煞的肌肤，肤色高的人。微特的奶油质地，精毛不黏腻，三重美白成分，不仅能淡化斑点色沉，焕亮肌肤，带着粉嫩奶油肌也是永远不在话下。以后的我一定让你高攀不起，一直用就是为了今天了。我数着这个精华里面添加剂纵容精华，高纯度的烟酰胺和 AARG， 怎么样？嫩白效果杠杠的。请你喝。他还送你喝的，不会是不是当年数据还喜欢你吧？我这满满的魅力，哎，你这个渣男！别生气啊，这个惩罚你当年不辞而别。学长，你要是喜欢他的话，我就把他翻垃圾桶的视频发出去。怎么会？他那种小刺头，给你打电话费信息都不回，因为我那么喜欢你。怎么没带门禁卡呀？你，对不起，好丢人啊！您的办公室在这边。这是谁呀？新来的总监啊？不会吧！好帅啊！有问是谁的眼神锁定我这哎呀一个总监我给你开请进总监之前都是误会夏天这么热吃个冰淇淋吃吃火呀你能不能不要在我面前逛？什么？从我面前消失，管你是移民还是坐火箭，别出现在我面前。你怎么这么想？你别跟我搭话，狗男人！我才出差一周，你跟隔壁邻居弟弟已经发展了，还不是因为妈妈他们，姐终于摆脱渣男了。你怎么还变性了？长得还挺像我素未谋面的老公。那你谁啊？嗨！怎么还找上门了？哎，等等啊！占完我便宜就跑，给姐姐送东西下手这么狠？那天我喝多了，不行的话你再亲回来。这个是你说的。怎么还真亲啊？这是一笔勾销了，我先走了。我受伤的事儿可还没消，相公赎罪，你得照顾。这社死的一天什么时候能结束啊？
怎么能让少元倒水啊？我来。我现在可是不方便上厕所。我帮你。我在说什么呀？陪我去看电影。嗯，好。好浪漫啊！啊啊！我不是在点你，你这只是骨折，人家那是瘫痪。啊？我不是让你也瘫痪，我是说，啊，算了，我还是先回去吧。你的腿，我就是伤个手腕，至于重能饮吗？姐，你不懂，他喝醉那次你帮我，我没把握住机会，这次绝不能再丢失机会。所以一直都是你在套路我。让你嫁进陆家可是天大的好事，若不是大小姐将这桩婚事让给你，你恐怕这辈子都没这福气。凭什么让我嫁给一个快不行的人？用你冲喜呀、啊！收养你这么多年，也该报恩了。你放心，这么多年的账，我慢慢给你结。你谁？哎，你醒醒！宋，别让他跑了。这开门，开门，快开门！这怎么办？帮帮我吧！要不是看在你这么帅的份上，我可不揽这事。嗯，小王八蛋，不管要上厕所，你也要偷看。再瞧一下老娘，出去把眼珠子抠掉！里面就一个泼妇，快，你赶走！记住，你今天没见过我。等会儿。怎么想威胁我？你右手臂骨折了，记得训练前不要动。我们还会再见的。真没礼貌。佳丽小姐，在见我家大少爷之前，您需要来签一份协议。我马上来。这是婚前协议，不论结果如何，不得改嫁，否则聘礼需要十倍偿还。都病入膏肓了，还不让改嫁，那我岂不是要守活寡？当然，你也可以现在就拒绝。没问题。协议正式生效，恭喜您成为陆家太太，大少爷在婚房等您，这边请，请进。看起来这么虚弱，也不知道脉搏怎么样了。妈，你不是病入膏肓了吗？新娘子这么热情。是你认出来了，我说过我们还会再见。不好水女，本地人，01年八月妇幼医院出生，母亲还姓家，这不就是你吗？不对啊，如果是我妈早告诉我了。那你也去试试啊，万一成功了，你就摇身一变变富婆了呀。嗯，我是那种会为了钱出卖灵魂的吗？我先去上个厕所。认亲现场。哎呀，都别挤了，富豪是我爸爸。男的也行。你看我和爸爸长得多像啊。嗯，你也是来寻父的吧？啊，这边请。父母三天前突然晕倒了，现在连话都说不了，竟然和我长得一模一样。现在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找到他遗失的女儿。您要是有时间的话，可以先做一下亲子鉴定。啊，有的。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就是我们公司的董事会决定请女婿做告别，你每叫一声爸，就给你200万出来，这样方总就能安心了。那坏消息呢？坏消息就是你不是他亲生的。哦，行行行，我知道了，那走吧。哎，等等，去之前我们先去个地方。方总的女儿看照片白白净净的，你这样去肯定不行。我们得先用菲洛嘉十全大补面膜急救一下。这款面膜在约会见面前敷，可以快速提亮肤色，缩小毛孔，改善肌肤瑕疵，不用这么惊讶。现在上支付宝搜银泰百货，这款面膜可以买一享十一。我建议你自己平时也可以囤一点，改善一下皮肤。嗯。你是？我就是从小羡慕别人拥有与生俱来的家庭，但我没有的小孩。你别激动，我是你女儿。今天来就是想跟您说，我不埋怨你，我理解你的选择。这么多年了，我都想好好叫你一声。哎，你等一下，顺利吗？嗯，我一句爸都还没叫。给你再画心油。哥哥，你回来了。哥哥，嗯，你整容了？过来看看哥哥整的好不好看？哦，嗯，哥哥，干嘛？被我帅到了？啊、哦，妈妈给你拿的水果。好丢人啊！居然认错人了。不过，真的好帅。哥哥，你房间那是谁呀、啊？你们宿舍是不是就你没有女朋友啊？都没有啊，所以我怀疑他们都想排着队泡我。Yes。给你喝水，喝了我的水就是我的人了。水很好喝，但是小朋友，哥哥喜欢 S 型。小孩，我看你是不知道我的厉害，你给我等着，我马上回来。思绪它分布孤身的奔向你。
哎，人呢？哥哥，那个是……奇怪，我那些零食呢？你搁在卫生间，零食给你放冰箱了。哦，你也没什么嘛，妹妹，我喜欢洗奶。哎，什么时候换新冰箱了？还有专门放水果的果园保湿区，这么细心。你忘了你有两个哥哥，是你买的？对啊，这款冰箱不仅颜值高，而且风道的超碳吸附和这个草本抑菌膜派能吸附异味，有效抑制细菌滋生。为了你这个小吃货吃得更健康，哥哥还是很贴心吧。谁要当你妹啊？我也不想当你哥哥。哥哥哥哥笑得倒是挺直的。哎，怎么追你妹啊？追你孩子嘛，投其所好。你要追我妹，你做个人吧你。所以你等你再长大。你俩干嘛呢？